今天是三件非常舒服的第一条，这件话算是我少有的九分裤型里面的又一例句吧，有点像我怀旧牛仔裤的那条的颜色，然后上面配的这个金扣啊，跟它这个颜色呼应的真的是太好了，而且这种颜色在秋天太好搭了，我家里面一些就是看起来一点都不能搭的颜色了，配它都很好看。这条的弹性非常非常好，哇，巨好穿，而且也不太容易变形。然后下摆的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有点错落，然后呢再点缀了两个小金扣的一个感觉。这件的话呢，我大部分时间会拿来配一些像我身上那种宽宽大大的毛衣，把我的屁股跟前脸的这个地方给它盖住，下面露出我长长的腿，就特别有比例感，很适合那些就是喜欢穿廓形然后下半身又不能玩消失的姐妹。我如果要卡比例的话，我会卡在旁边，就前面的位置会让它再顺，然后配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小包包。这个金扣呢是一个偏棕色的，我这套的话搭一个这种棕色的线身，呀，好复古。我的话尽可能都会去搭这种宽宽大大的衣服，这个袖子是跟它拼接在一起的，上面越宽下面就显得越细，再来一个小小的包包。就这个裤子它可以作为这种模型上面就是很好的一个 CP 的，而且这套搭下来在冬天的时候不需要露腿，不需要露其他会冷的地方，不用说牺牲温度去成全咱们的造型感。这件衣服还有一个蓝色，那你看这个裤子对吧，跟它很多颜色其实它都不挑，然后下面的靴子的部分白色也可以，麂皮也可以，它可以跟很多颜色融合得很好，然后包包再换一个顺色，跟我这个袖口同色系，这套也很成立。但是一定要记住就是要遮住，就我最近养的成果都在这，其实露出来就会觉得臀型会更好，但遮住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日常。总而言之呢，这条裤子大部分我就会去配这种宽松的卫衣来穿啦，到真的怕冷的时候我也是不会光腿出去的啦。这个就是第一条。第二条比这条更好穿，但是它的显瘦性没有这条好，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二条。颜色很漂亮哦，这条裤子的软糯程度堪比我家的水裤吧。它的话后边是有个半松紧的，然后呢整体是一个萝卜裤的一个形状，就它的弹力哦有点像小朋友吃的那个 QQ 糖，软绵绵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拿在手上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往下的一个坠感，然后整体是一个就是萝卜，就是比较包腿的。这种裤型我在实践里面会发现特别适合一些腿特别粗然后屁股特别大的女生，然后这个裤子的话它穿起来就会把这个锅甩给这个裤子。这种裤子它不是显你很瘦，它是在修饰身材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这种裤子吊吊垮垮的很有调性，它的臀围线通过高腰的一个手法把它固定在一个它该有的地方，穿起来只要上面配一个稍微紧身一点的衣服，它下面的样子就特别有建筑感。这件的话我用了一个开衫，开衫的话做了一个前片的一个这样子的立体的一个设计，好像是开衫里面加了一个马甲，所以看上去会特别瘦，这件对于一些原生大胸的姐妹非常友好啊。下面两个扣子把它打开，把我们的腰线固定在这个地方，下面可以去配一个稍微有点跟的果林式挡道，我选了一个银色的这种芭蕾鞋，咱们就是把舒适度进行到底的。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穿法啊，我自己的话这种裤子会有两种穿的场合，一个就是今天想要非常舒服很休息的时候，它就有那种慵懒的感觉，但说实话这条裤子如果要打底的让它显得更高一点的话还是有点技巧的。用来塑造比例的话，我会选一个最基础的这个黑色，然后呢跟我的袜子还有鞋子合为一体，有点高兴可以选一个有点点缀的袜子，然后盖下来的时候它是整体的，这样的话整个腿部的线条会延伸到底，上面的话选择稍微修身一点，然后最好是带一点小立领的，整个人的体态会往上拉一些，这样子一套在去冬天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再配一个这样大大的包包就觉得很亲切。这个是我用来拉高比例的方式，还有选择的颜色就看大家的趋势，又或者可以去搭一些像这样子的一些小短外套，上窄下宽去搭一些。第三条呢是一个稍微有一点设计感的这种西裤，它是有带一个卷边的，然后这个裤子我觉得它的好在于它不用打理，久坐不皱，但它又很显质感，很显挺阔的这种裤子，前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金属，可以活动的，可以拆开，但是实际的开口在侧边的位置，它是一个中灰色，蛮中性的一个风格，有点帅气。上次看一下能搭起的风格，上面只要很简单是配一个这种基础的毛衣就可以了，这套可以偏稍微正式一些。这件裤子很有个性，就它跟一般的西装裤不太一样，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自己的性格在里面。如果说上班上的很无聊的姐妹，不一定要穿这种西装的姐妹，可以看一下这种款式。然后这个中灰色，我在搭配的时候有一种那种饱和度很浅很浅的紫色，搭它的效果很好。但我今天衣服没有在这边，我那天拍了张图，大约是这样的效果啊。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色系的，也可以去找出来跟这个颜色搭看看，可能不是一般的丝裤，但出来的效果，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自己的穿搭风格的变化是从修身的然后到比较宽松的一个风格，所以如果家里面有很多这种就是闲置下来的那种很正经很正的身材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可以去考虑拿来配这种宽宽的裤子。这条裤子虽然不是特别宽，但是它的前面的这个零点一的牙心褶会让它显得特别有存在感，所以的话你去配这种就是没有存在感的衣服的时候，它们俩可以相互抵消，这样跑出来这种正经衬衫也不会显得特别的正式的那种感觉。如果想要打扮休闲一点，可以去换一个这种厚底鞋，把前脸的比例给它倒腾一下，这样松松垮垮穿起来的感觉，人是很舒适的，但是一点不会影响我们的腰身。
网纱，我现在是另外租。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咯，希望对大家穿搭有帮助，拜拜。